哇 ，Krista 食曬啦 ，Krista。佢煮啲嘢咧，我係咪做老婆嘅材料啊？咦？做人哋嘅老婆嘅材料咯，係。嚟到呢一個終極一戰嘅題目，究竟係啲乜嘢呢？就要大家去炮製一個頭盤啦、主菜啦，同埋甜品嘅套餐。嗱，連埋上菜嘅時間咧，你哋有兩個鐘頭去煮你哋嘅套餐。而前面呢張台就係主食材。大家準備好未？準備好 ，Go！ 係真係高。我一開始聽到佢同我講兩個鐘頭。要煮三道菜嘅時候，我真係企咗喺度大劑啦！依家冇分組啦，要自己一個人做。我冇時間諗咁多，我只希望煮得好食，擺靚個碟，同埋將我想表達嘅信息話俾三位評判知。我提你啊，而家已經係進行咗20分鐘。20分鐘好。係啦。好。誒，阿平舉手喎。哇，好犀利喎！20分鐘可以做起個頭盤。因為我知道自己頭盤一定要整得好快、好快、好快。如果唔係，我就會冇時間焗蛋糕，冇得焗我最中意嘅蛋糕俾三位評判食。一諗起呢度我就唔開心啦，所以我就要快。由於我哋今日整三味餸嘅原因咧，所以頭盤我就花咗少少心思，希望個頭盤豐富啲。咁呢個細杯個杯咧就係頭盤嘅頭盤，其實佢係一個分子大紅袍茶配橙汁嚟嘅，呢個就用嚟 fresh 翻個胃口。然之後中間嗰粒帶子咧就係一個中式嘅煎帶子。嗯嗯 ，OK。趁個口腔嚇，仲有一陣味嘅時候，要試埋呢個帶子喎。佢又落咗佢自己嗰啲鄉下嘢，四絲麻辣。第一啖咧，有啲即係醬油咁樣嘅，跟住咧後尾咧一咬，哇！有啲佢唔係咧第二位輪到欣然咯。咁其實我做呢個 display 咧，係希望俾你哋呢個感覺，就係仿如親身去到一個新鮮嘅農場，摘一啲最新鮮嘅 salad 菜去食嘅，將佢噴水咁樣噴咗檸檬奶油，係有味嘅。我覺得依一個泥咧，好似佢唔溝嘢就好食啲喎，正食。如果配一啲，其實唔使食好多個泥嘅，即係主要係裝飾咁樣，只不過佢係食得咁解。過咗。好粉嘅一啖之後咧，其實嗰個橄欖味係有出嚟嘅。我 OK 啦。誒，話咁快又輪到阿優仔咯。咁呢一個咧有一個虎蝦喺上面啦，下面蘑菇咧我專係用紅酒醋啦、蒜頭啦、olive oil 啦去醃製過，咁我煎香咗嘅。咁酸酸味味，其實佢就好啱做一個開胃菜。我反而覺得佢咧。是似呢個主菜添，就冇呢個菇咧就好 boring 嘅件事。哇 ，Krista 食曬啦 ，Krista！ 佢煮啲嘢咧，我係咪做老婆嘅材料啊？咦？做人哋嘅老婆嘅材料咯，係。我媽好開心啊，聽到呢句。